F 组六号选手来到 BMW 香槟好声音初赛现场。那么 F 组六号选手要用演唱的曲目是王若琳的迷宫。看着你看窗外悄悄变红的眼，静静的你的手有握紧了一些，该不该让你的我的世界才公平，无所谓慢慢来，像迷宫一样的未来，这一刻却回到了你。我喜欢爱情有点神秘， I don't care where we goLet's start from here。 爱一个人怎么开始啊，像街上走过那些人们转一个弯，遇见美好。 Start from here 无所谓慢慢来。谢谢选手，时间到，谢谢。下面有请评委进行点评。很有味道，就因为我转我看到我旁边这几个评委转的都比较快，就因为你们的歌声，就是我觉得跟王若琳的味道有点像，但你并没有就试图去模仿她。但是我觉得就唱到后来的时候要注意点自己的那个节奏和音准，就有点快了，晃有点赶，不用着急。好的，感谢评委们的点评，感谢 F 组六号选手。